一个嘛会通，生意若到拢好参详，那就一定都好酒量。有缘千里会来相逢，无缘对面也无话讲，管他伊什么东东，困难都互相，有好康的爱情交往，这款的人面才会看舒服。什么烧酒啦？心情体痛啦。金鸡啊！是啥人在搞我的桥啊？我啦，我啦，我啦！啊嘿！啊！嗯。好，给你。来，干净灰。哎呀，干你去死啦！干有影呢？啊！三桂啊，金姐啊，三桂走去倒啦？哎呀，我免来走啊！迄三桂啊，甲我一家啉烧酒，啉啊爽快，啊，足欢喜。金姐啊，你别甲听遐安尼哦，叫你呾顾一个人哦，啊人讲啊无去。我甲你讲哦。三姑爷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吼，看你要来甲我交代来去。先一摆来面试试试吼。啊好。啊对，啊恁大姐咧？哦，伊伫房间休困啊。哈哈，我正苏卡有影。你挂了。三姐，你在阮家讲啥？免我讲哦，你定该甲我讲哦。啊，讲啥物啦？我今来吼，就是要知影吼，米霞伫台北个住址啦，我要去看伊啦。对我儿子也未死心哦。伊即摆已经嫁别人，做别人的某啊！你去问伊要创啥？我不管啦，无条件吼，迄个查甫伫台北对伊无好，我会当甲带倒转来啊，对无？我一定要去看伊啊！伊对我是真真好，咪啊，不过伊去台北到即摆，阿龙也毋捌写批敲电话转来，我哪知影是伊的住址嘞？咪讲歹讲啊，今日也无甲讲哦，咪啊住址哦，我今日哦特别当家啦，我歹转去啊。三姑爷，我当时阁想买登记哈。爸，三姑爷啦，伊讲无儿子的住址，伊就买登记啊。哎，无啊。三姑爷，无你是要来安尼找我麻烦就对了哈。我咧平常时捡恁老爸甲糟蹋干净，安尼阁无够，连你也要来甲糟蹋。好，你有阵仔嘛甲恁买登记，恁袂记啊，笨蛋甲你讲。就咱爸。歹势啦，我毋是刁工，我毋是刁工，要甲伊糟蹋的啦。我是来哦，要知影米霞的住址啦。是安尼哦，是
没搞讲你对阮美霞阁遐尼啊痴情，哎，可惜啦，可惜啦，真若要讲起来是阮美霞无遐福气啦。好啦，看伫你遐拄则叫我咧丈人爸咧面子上吼，你家己转去啦，我袂甲你讲啦，真诶。我袂，你你也无甲我讲哦，我今拢袂转去啦。来，啊你以后够啰嗦咧哈，你连个歧视都着。 去皮啊啦！三妹啊，做伙食饭啦？我食饱啦。唔，食麦食啦，咱来食啦。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 拜托各位啊，来甲主持一下公道咧。对，主持公道。啊，这是安怎讲的？因为这林振龙因查某囝真美哈，要叫阮后生三跪啊，啊，甲收骗金100万啦。啊，即摆因查某囝走去啊，啊，无钱通还我啦。啊，这明明就是骗婚嘛，这明明就是骗婚啦。 对我水准要气人太深，我当是讲自我限呢，你不来找你算账。爸，我爸是咧讲啥话啊？那阿弟迄就是阿那样。爸，你哎，啊你还搁踮遮？转去啦！这干吗拢无关系啊？三贵啊，你紧转去啦，无你踮咧扫地红台买，紧啦。我袂，唔爱，你硬较好啊。啊你硬要食，踮咧一食到十够啊，唔转去，有得来敢要徛踮遮？ 别烦你，没事啦，靠你啦。三弟啊，阿二，这，行，出来没利润？利润，我无咧见你，迄规整头拢照你看，下下下钱。那你以前是做有欺骗的，即摆若变安尼啊？好啦，利润啦，利润啦。行，阿外哥，你莫去，你老大人身体顾也好就好，你住遮坐。 那爸，你这好我就好，行，咱来。你莫伊找我叫做人走啦！哎，叫我骗人走啦！啊，林建功哦，我提供伊无钱啦。叫我骗人钱啦！我无法度啊，来甲门骹口啦。伊若不讲，伊就打坐伫见证人。叫我骗人钱啦！我希望林建功哦，爱提出良心啦，赶紧通知兴华。叫我骗人啦！你创啥物啦？创啥货？我拄甲讨钱啊！叫我，集合来啊！ 哎，以前男性我甲你讲，我甲咪是搁只甲奉上，一直要甲奉上。对，一直甲奉上。哈，哈哈哟，你讲迄落话物件笑破人会嘴哦。阮阿爸最近手头是有较闲啦，啊，阮讲讲袂害你钱少，啊嘛得偌济，你当作偌济，莫100万，我甲你讲啦，阮若真正要骗婚哦，100万，阮还阁无够看咧啦。嘿，讲会平常会较好听，阿好，你若遐尼遐摆吼，100万你摕来还我。对，你摕来，还来哦。嗯，欧医生。 钱，我一定会还的啦。伊嘛咧逼阮好无？阮阿爸拢要咧逼到叫阮要起痟啊！你今仔过来阮遮大声细声，这样叫阮爷要安怎做人啦？做人，我咧烦恼你要安怎做人？美霞要做人照时阵，你敢有可能讲我赵水顺啊要安怎做人？我当当顶面代表呢，免面子叫你写写着。今仔日哦，对你安尼还阁算足客气的，看。阮儿子要逃走，我嘛想袂到啊。 啊，毋是存心要甲你骗婚的啊！而且当初100万的聘金嘛，咱双方面讲好，欢喜甘愿的啊。你嘛知影，即马已经摕30几万去买嫁妆，一时一刻，哪有可能摕100万来还你啊？你若讲安尼骗婚哦，阮爸爸就会去跳河。啥货啊？伊要去跳河，还要去跳河的用的，叫要跳的进前哦，100万先摕转来还。对，摕来还。欧医生，想袂到讲你这么无讲理。 今仔日阮欠你钱是阮唔对，伊也唔过你做人靠分寸。那对咪？哎啦，放心啦，阮钱会害你啦。啊，我是咧烦恼讲啊，有你食只老啊，啊万不哩钱人害你哦，反正你开袂着啦。那是阮厝的代志啊，啊你四十五几啊，哦，你嘴足硬呢。金姐，明天继续讲落。 下心下情啊！全省的人吼，喙齿拢互你笑到落去啊！
老叔啊，那你讲这是什么话啊？我是要来甲讨钱的呢。你讨钱嘛，莫讨啊这歹看，那连丁王无面子啦，连你的面子也下了了。拜托的，对付林阿丁王，都要用这款方法啦。当当时这亲情是你做的呢，我们丢干，唔知许面子下下掉。你莫安尼，新娘要走呢，不是我叫伊走的呢。安尼啦，丁王吼，这件代志交代给我啦，那100万我替你讨啦。你莫在这四个咧公布吼，有影下死下种呢。你替我讨是真好啦。想讲老叔啊，到时恁望100万讨一下，全去摕去，对人走呢。我咧走咧头壳一空咧，你唔当定来看猫仔无点哦。我甲你讲，那我出面吼，是比你伫店家咧四个咧公布下死下种，搁较有内容咧。你等下恁某讲啦，好地方啊，加宽限几工啊啦，安尼你的命吼嘛比较活较久的。好啦好啦，既然甲你安尼讲哦，我你是爱面子咧，听见？明天赶快转来。要动啊！你讲动就动啊！小查某个落去，弄死啊！先等你。管他伊什么动动，困难都互相。你要转去养殖咯，叫你三桂以后莫待在这咧高高低啦。吴爷爷，阮三桂有来哦，害我找到要死哦。我三桂才收来哦，你放心啦，已经为后尾门选转去啊啦。这个三桂啊，要转来绝对要叠甲互伊做告别。吴爷爷，头家哦，不要紧啦，迄头家你有交代呢，讲你袂使阁拍三桂啊呢。无，遐钱我会还你啦，你也莫踮遮咧大细声啦，对你无啥物好处。好，我唔惊你唔行我啦。金姐，行，咱转来。这摆真是要转啊！转来去啊！行，等等你啊，等等你啊！好的，好的。转来你啊！你好啊！啊，徐大爷，我有话要跟你讲啦。那你是不多跟我讲啥啦？小姐嘛，你要讲啥哈？无啦，恁是弟弟啊。哦，卖问遐多啦，人家要讲悄悄话啦。这，啊，你是要跟我讲啥啦？无啦。我想想要用你，看有钱通行无啦？若无够吼，我才有一寡会当小添啦，是无偌济啦，30几万尔。我著甲你厝边遮久啊，无算你利息啦。免啦，多谢你的好意。搁再讲吼，你也干那30外万尔嘛是无够。我已经有决定啊。决定啥？我咧想几啊工。这种代志哦，无钱也无法度通解决。迄若拄着钓啊，最近你个阿母哦，看钱遐尼重，要拖愈久，你爸心肝是愈艰苦。所以我决定讲要摕阮家的田地来去弄伊贷款，借钱来还你啦。安尼敢好？贷款的利息不是真重，你来愈加吼，债务会愈重嘞，以后要怎行啦？有影买袂产啊？但是头都已经真是倒头摆啊，我嘛无其他办法通好生啊。到这来啊吼，但是我若真是讲走投无路，我只有对不起我的祖先，提产地来去抵押。我嘛歹让赵水顺来一干干干来糟蹋。你看，你若讲到恁囝三桂啊，灭了几百岁啊，我今仔甲金姐两个人哦。走去伫马丁王因厝的门牙口哦，甲伊喊甲大细声，讲甲安尼嘴大喉阔，伊竟然查我的进程，去伫马丁王因家讲啥物等米霞倒转来，即款卡笑，即款卡笑，我讲三桂拢去让你想歹去，拢叫你想歹去。三桂啊，啊过来来。恁母啊叫你过，你无听心啦？我知影，来我老母啊咧叫我。阿母啊。你咧叫啊？啥物代志？你讲。你唔接去哪里？头家你啊你！啊你不是交代头家讲袂晓拍三桂，啊你哪个去咧拍？我阿母啊，我连你也敢拍啦？我拍你唔对呀？哇，就是安尼，唔敢拍你啦。你安尼愈来吼愈唔是款咯。啊连你比下迄个唔正查某囡仔，啊你也好。我甲你讲哦，我恁母啊，我不准，有听到无？即嘛哦，较乖咧，你家入去房间好好反省一下，啊唔头别走哦，啊若无哦，上家哦，我来我断，什么呀？啊，三月过好势，唔好照相去，知无？是，大家娘。这菜干咩？干么干干丁啊？你在创啥？干啦，干咯。给你加烦的你咧，无你代志啦。大家娘叫我好好啊。
代志啊，我真了解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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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内面啊，我上大啦，我。嗯，我知啊。哼，那不是阮后头厝哦。哦，啊，你顶下水船有今仔日这个场面啊？哼，我跟你讲啦。嗯。反正吼，你负责甲我讨因一百万倒转来就对啊。啊，三贵啊代志，我家己啊解决。好啦好啦好啦，就准讲我惊你好无？我著敢鸟鼠，你著敢鸟啦。看到你，我著唔敢唱戏，安尼好无？有咧担行就好啊。三姑爷，三姑爷，你出去哦，你别烦我，我讲哦。妈呢？人是好意，入来问看你巴肚会枵未，啊要食啥物无？我袂枵啦，你别烦我，你出去好无？出去就出去嘛。阿哥，你先甲我讲一下，你查某同灌烧酒醉了后，你又讲安怎无啦？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啥物怎样？你听无？啊，就像迄爆竹在写的啦、啊，什么酒后乱性啊，少女失身啊，啊悔不当初啊，啊。哎呦，飞机都是黑的，你听无啦？啥话啊，金鸡啊，你即摆咧讲啥物话啊？你啊，你讲我甲你安怎样啊？无，我甲你讲啊，你睏懵睏，别打到乒乓啦！你无甲安怎？无啦。啊，我甲你安怎？我甲你讲无，你无听会晓？啊，我无。安怎？袂使哦，你当作我啥？啊，我甲你讲啦，我无遐随便的啦。你敢若看我这班的，你嘛知影对不对？我甲你讲哦，啊，你吼困懵困啊，佮甲你叮咛一句哦，唔通感觉眠梦哦。你吼、哦、你的房间有迄足大个镜对不对？你转去吼照看卖啦。都无共安怎？迄哪有意思？丢脸咯！答对啦。为什么当当困难都互相有好开我哪知路茫茫的吧啥江顺伯啊你要贷款一百万当我有土地给恁弟啊无恁是你惊啥啦不是我在惊我是会替你烦恼就是这么重你敢不敢不害我有影笑到白白就有影啊我家己就无烦恼恁才在替我烦恼哈讲到恁这少年的吼就是无食过苦，所以才笑我当生啦。啊，我甲恁讲啦，等恁的查某囝下摆若大，你烦恼无计算的时阵哦，你就知讲我当生是为了啥物目的啦。啊，丁洪伯啊，莫生气啦，爱着较袂晓讲话啊，啊无食一仔薰的。啊，免，啊，真受气，一头颠倒摆啊，嘿，摕土地来甲恁借钱，就顾恁口舌，做人有影真歹做影。嗯，真是一百万，你算我好钱，我一生五年都无爱食。哦，真好啊。啊！你酒会这么守信用哦，我就是讲你会落跑嘞。你也莫常来看你边鸟的无点啦，哈！我才无参着你遐尔配面嘞。啊，恁钱计算算的，我通好来转哦。啊，以后恁丈家就是讲往迄八人大桥加滚哦，恁爸也袂瘾来啊啦。酒哥聊聊着，哎，啊那以后吼，阮丈家甲恁林家啊，田无到水无流，哼。水准啊，钱算算嘞，通送客。好，真好，这都我的意思。以后吼，啊，你就叫恁三贵啊，莫来定去阮家安尼高高低低了，啊，啊，店路若拄到我，莫来丢人爸，丢人爸，甲叫我吃歹势了，啊，恁爸才无恁丢甲这款亲家啦。哦，你即马真有骨气哦，你会唱唱啊吼。我甲你讲啦，若毋是阮后生三贵啊吼，无目睭哦，去介着恁查某囝美好，你搁倒欠伊一百万，你还搁无嫁伊，我讲。啊！你，啊！
阮查某囝活路，活路啊！安怎？好啊好，莫甲伊啰嗦啦，是真点点的啦。金姐，哎，上客，好，歹势哦，阮头家娘搁上客，请。免送，我家己要转去。那亲像恁这款子要叫我带恁爸，我带袂惯势嘞。闪闪闪闪！哎呦，哎呦！小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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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抓肉也真好用，我早顿来用啊。歹势哦。哎，啊，连抓肉你也好，啊，招人，你嘛听讲捌看到。好啊好啊好啊啦！哎呦，你无听人家讲，迄得势人无要紧吼，无得势钱啊，一点点扣扣，紧紧紧。多少？哎，要过来一杯无？啊，安尼来，来食饭啦。咱中昼干那食安尼？是啦，今仔老李较委屈嘞，因为特别无钱啊。是不是在后悔啊？你是不是在后悔讲你当初是你想要要带我走？要若无你即马就袂安尼这落魄。你甲我讲你是不是在后悔啊？你甲我骗，你若无你想要要靠我这艰苦。我毋是后悔，我绝对无后悔。你对我这么好，我要哪会后悔？我一个伤心，你对我吃这么多苦。我唔知什么时阵才会当让你过好日子。金元，只要你真心对待我，就算讲我吃多歹一个苦，我都甘愿。我上届唔甘愿，就是看你去做你无介意的工作，去拍你无爱用的相片，我真个就唔甘愿，你知无？金元，马三七，我好消息要跟你讲。什么好消息？我找到头路啊！真是，什么头路？是房条，会计兼柜台啦，啊，薪水真高呢，一个月差不多20,000+。啊，在什么所在？在林森北路那边。秋风阵阵吹来，秋叶飘。为何为何你也不回？害我那西路茫茫的茫月，愈想愈心难过。心底，不知你敢会将情。